哎，大家好，我是 Tina，是新希望华人癌症关怀基金会的执行主任。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在长周末的礼拜六下午来参加我们的讲座。那今天这是我们癌症教育系列讲座的第五场，今天非常高兴是由我们潘明贵医师，他是我们基金会的会长，同时也是 Santa Clara Kaiser 的主任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讲微生物群与癌症。那我知道大家都对这个题目非常有兴趣，而且可能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把时间交给潘医师。潘医师，请。好，谢谢 Tina，那谢谢大家，在这个周末呢，拿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每个月一次的讲座。从这个今年1月开始呢，我们安排了每个月一次的这个知识普及的这个讲座，希望大家对这些讲座都有收获。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就是说谈一谈这个食物，还有就是那个肠道的那个细菌和癌症的关系。那，去年大概夏天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讲座，大概有相似的内容。那有些内容今天可能还会重复，那我现在就开始，我们就开始讲座。如果大家当中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用那个 chat text 过来，那么 Tina 可以收集，那么我们最后呢可以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这个怎么 move 这个 cursor 呢？我还是学怎么用这个 Zoom。那我想一想，那个怎么把这个讲座讲的，就是说大家觉得比较有意思。因为讲这个食物啊，就不是很容易讲，那可以讲得很泛。那么就是，有时候，讲的东西不一定能讲到点子。后来我在想呢，还不如我们就针对一些这个。病人经常提到的问题呢，然后回答这些问题，那同时呢，来解释这个癌症啊、肠道微生物和癌症的关系。那有一个很经常提问的问题呢，就是我个人在看病的过程中呢，经常有很多病人家属提到的问题。就是说癌症是不是酸性的？那我能不能多喝一些那个碱性的水另外有很多病人或者家属也问，就说这癌症啊很喜欢这个糖，那我是不是应该这个避免这个吃糖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说我能不能把癌细胞给饿死？就是fasting 就是通过饥饿的方式来饿死这个癌细胞呢。那另外有一个现在很时髦的一个很经常的提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时不时叫就饿一顿，就 intermittent fasting，那这个有什么样的帮助呢？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呢讲一讲，就是说这个。就说饮食就是也不，就是没有间断的饮食，跟这个有一定的节奏的这个饮食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也可以谈到这个食物的这个种类和这个健康癌症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谈谈这个肠道里头的这个菌群细菌跟癌症有什么关系？然后最后呢，我就想提一提另外一个。叫做 circadian rhythm，跟癌症里面是关系，就是这个我们人身体的这个生物钟，跟癌症里面什么关系？所以这个，讲说癌症是不是酸性的，或者说癌细胞是不是酸性的？那这个
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癌症当中呢，也除了癌细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别的细胞，比如说像免疫细胞纤维细胞。那么癌症的一个微环境，就是说它的环境呢应该说是偏酸性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偏酸性呢？有一个是因为癌症呢它用了很多糖，那么它用这个糖的话呢的这个代谢，它不是用正常的这个糖的代谢的这个途径它经常叫做无氧代谢。那我们下一个再解释一下这个叫什么那么在右手边，我这边的右手边呢，你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图，这是我从那个 Science 那个杂志就copy 下来的。那么有一个研究呢，从这个 MIT 两年前说这个癌症的微环境呢，这个酸性实际上呢可以引起一些基因的这个表达，然后那些基因帮助这个癌症细胞的转移。所以就是说微环境确实可以是酸性的，而且呢可能确实是不好的。那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是酸性的，可能是因为如果癌症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中间呢经常会缺氧，那么缺氧 的情况下呢，就会让癌细胞和别的细胞呢产生更多酸性的物质，那么让这个微环境变成更多的酸性。那么这些细胞呢也包括一些免疫细胞如果在当中的话呢，非常就是非常 active 的话呢，它也需要非常就是高的代谢，那么产生更多的酸性物质在那个癌症的微环境里面。那么有一个叫做Warburg effect， 就是这个医生叫 Warburg， 他大概1930几年的时候就观察到这个现象，就是说是癌细胞它经常用这个不是典型的，就是不是传统的这个代谢的方法，把这个糖分呢给代谢成能量那么它经常用的是一种就说像我们叫做发酵，就是 fermentation 这样的，就是无氧代谢。那么这个无氧代谢的过程中呢它就分泌很多乳酸 lactic acid， 那这种情况下导致这个癌症微环境的酸性另外呢，这个癌细胞经常不光是用了这个糖和其他就是跟这个糖类似的其他的糖分，还用了一些像别的氨基酸，像 glutamine 和 asparagin 这样的氨基酸来供给他们的营养。那最近有一篇文章研究呢发现，就是说在某种癌症当中呢，还这个癌细胞呢用掉 50% 的这个糖分，那么免疫细胞呢用掉1/3的糖分。那么这癌细胞不光用了这个 50% 的糖分呢，它还用了这个像 glutamine 这样的这个氨基酸来给它这个提供营养。那么这讲到这个就是癌细胞它代谢非常的这个旺盛，那么经常这种代谢的旺盛呢远远超过我们正常的细胞的代谢所以就有一个最近几年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就是饿了癌细胞让会不会就是说让癌细胞不会长那么快，那么是不是对这个癌细胞的你癌症治疗呢有什么帮助。那么我呢有个病人他得了这个子宫肌瘤，那么来看我的时候呢，他那个子宫肌瘤非常大，那个就是说他
站起来的时候就像好像七八个月的怀孕的那个肿瘤可能很多磅，那么我们就给他化疗。那么他在化疗的 过程中呢，他自己呢肯定是哪里去读了或者跟人讨论的这个就是说饥饿的问题、怎么用这个饥饿的办法来帮忙治疗癌症。那么 他跟我说他在化疗前、三天呢他都只喝水，他都不吃任何食物。 那化疗后呢的两三天呢他也只喝水，不吃任何的食物。 那么他做了这个其实好几个月，那到后来的快化疗快要做完了他才告诉我这个。那么他的这个化疗作用确实非常好，本来一个非常大的肿瘤后来呢缩小的很小，那么我们小到这个我们的外科医生呢、都可以用这个叫做 minimal invasive， 就是用那个叫做什么、laparoscopy， 就是打几个洞把那个癌症给拿掉、大概癌症小掉 90%。 那这是不是跟他这个因为这个化疗前跟化疗后、饥饿那么多天有关系，这是没办法证明的。那我就是提出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么一个个例，就说、有的人这么做，但这个不一定、就是说你没法证明说他所做的这个办法确实、帮助了他这个癌症的治疗、虽然说、你观察了一地两例的话呢，但是还没办法充分的证明这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从理论上的角度来讲呢，就这确实 是不是有帮助、看上去是有帮助。但是呢你要叫每个病人都这样子 不吃饭几天只喝水，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机制，这个、肌肉的机制、有什么样对健康对治疗癌症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是它有它的这个生理机制的。那么 我现在这个照片呢主要是显示一下这个细胞里面的结构、那我们就是身体 有好几个垂顶的细胞，那每一个细胞呢 都就像一个世界。那细胞里头呢就在细胞膜里面呢你看有细胞核、然后有这个线粒体、线粒体为这个细胞产生能量。那你发现这个告基者就是帮忙这个把这个蛋白质给那个、process， 然后 ribosome 者它就主要负责产生这个蛋白质的合成，然后还有很多别的各种各样的我们叫做 organelles。 那么这个细胞呢它有这么多机器，这就像一个细胞就像一个国家一样、或者就像一个、微生态。那么它的这个 organelle 啊它总有生有死，对不对？有了到一定的程度它就要衰老要代谢，对吧、比如像高肌哦，像 mitochondria 它、都要新陈代谢，旧的去了新的、才能产生、那就像我这就 比一个例子，就像这个最近这个邻居的一棵树倒下来了，那么他就叫了一个工人来，工人就开了一辆车把这个树呢砍一砍，然后就把这些树呢放在机器里面一搅一下，那出来以后全部是一些这个碎屑，那把这碎屑呢重新再撒回这个长树的那个、地方，然后一下子一棵树本来就变成一些就像一些那个 dirt 一样又回到泥土里头去了，那么变成营养了。那么我们这个细胞啊也很相似，比如说像你这个线粒体啊你这高尔基这些，它如果这个衰老了这个需要代谢掉的话呢，那么它是有一定的途径来代谢的。那么它代谢完呢就是说它分解掉那些物质、你都可以用来重新利用来合成新的这个、其他的细胞的机器。那
那这个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生理机制，我们叫做阿尔法循环，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说，就是说把这个代谢的这个物质呢重新回收，重新利用。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理机制，如果这个机制呢被破坏了，它会引起心衰，会引起癌症啊。那就想一想说，如果我们有一段时间不吃饭了，或者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饿一顿两顿，或者像穆斯林的这个文化，那么有那么一个月，他们这个在 Ramadan 的时候呢，you know, 白天不能吃饭，要到了这个晚上才能吃饭那么在这个饥饿的过程中呢身体呢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把那些代谢的这些物质呢重新回收，然后来合成新的这个其他的重要的细胞类的那些机器，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原料的话呢，可能身体有太多这个原料，它不一定能够有效的把这些代谢掉的这些 organelles 呢回收，然后再重新利用。另外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像机器，叫做 proteasome 就像我们的这垃圾桶一样那么这在几十年以前呢研究这个方面的科学家呢都不太受重视，那一直到了九十年代的时候呢才发现这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理调控的机制。那么就是说很多我们身体的很多蛋白质呢它都需要被去除掉，那你如果该去除掉的时候不去除掉的话，那些蛋白质一直呢在那，它们一直发挥作用，那就是说它不需要的时候呢它必须去掉，那如果没去掉的话呢它一直在那，它可能也会引起癌症。那现在实际上我们就发现了好多这个基因跟这个方面有关系的也跟这个引起癌症有关系。那有些治疗癌症的药物呢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个调控这么一个代谢过程来进行治疗癌症的。那么上面讲的就是说一些大概像理论性的生理机制可能对这个用饥饿来调控一些这个身体的代谢，还有呢可能治疗癌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实际上有些人已经研究了好多年了。那么有一个叫做 Fasting Mimicking Diet， 有一个人呢叫做 Walt Longo， 他现在在 USC 一个科学家。那么他实际上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从意大利到美国来，他想学这个音乐。那后来他发现他的 aunt 呢得了乳腺癌死掉，然后他觉得说没有任何人跟他 aunt 能够解释，就是说在这个癌症治疗过程中呢，这个怎么样的这个调控这个饮食配合治疗癌症。那么他后来就干脆去读这个生物然后当科学家，然后再研究这个方面。那他这个最近几年来呢确实出了不少研究的成果。那有一个这个他注重的一个方面呢就是研究怎么样的这个用这个调控这个饮食呢来增进这个身体的健康和治疗癌症。那么这个他所谓的这个 fasting mimicking diet 呢就是说他准备的一些那个食物呢
那这些食物大部分是这个，就是说那个 plant based 啊，就蔬菜类。那么它一天，就是说一天只是1200 calorie 啊。那么它用这个来研究这个啊，就是首先在老鼠上面研究，发现呢，如果说老鼠呢每天只控制在1200 calorie 像这样的，这叫做 fasting mimicking diet 的话呢，老鼠的这个糖尿病啊控制的好多了，那么后来呢，他又跟这个荷兰的一些就是乳腺癌研究的这医生的合作，然后做了一个这个 clinical trial 来看这个，就是这个 fasting mimicking diet 呢，能不能跟这个化疗一起来治疗这个乳腺癌？那么他们做了一个 clinical trial， 可以看这个是大概一两年前发表的，就是他们招了131个病人，那其中一半病人呢，就把给分配来这个就是用这个叫 fasting mimicking diet。另外一半人就随便 regular diet， 他们吃想吃什么都可以，按照他们平时的饮食习惯。那么这个一半这个 fasting mimicking diet 的病人呢，他们就给提供他们准备好的这个食物，那每天呢只有1200 calorie。然后这个呢发现，就是说这些病人如果他们按照提供了这些这个 diet 1200 calorie 一天的话呢，那么他们的乳腺癌呢对这个化疗的反应就更好。那就是那现在有个就是这个图是用上面这个叫做 Miller and Payne这个criteria， 就是说这个 criteria 是说化疗完了，然后我们做手术，然后把乳腺癌拿下来，然后看看里头有多少癌细胞已经坏死了。那发现就是说那些病人就是说很 compliant， 他们按照这个1200 calorie 的这个饮食呢，他们的这个就那个肿瘤呢被化疗杀死掉了，这个成分呢，就是说要比那些就是平时按照平时饮食的那些病人要高，要显著的增高。那么下面这个呢，就是用这个叫做就是平常的这个放射性检查的办法呢，看这个肿瘤是不是有消失的更多，在那些用这个1200 calorie 的这些病人呢，肿瘤的消失是不是更多？那么他们发现呢，确实，如果说这个你可以看在这边有47个病人用了这个这个叫 fasting mimicking diet， 那另外38个病人呢，就是比较 compliant 用这个就是 regular diet， 那发现呢，就是说这些用了这个 fasting mimicking diet 这些病人，他们的乳腺癌呢，就是说消失的显著的多，就是这么这提供了一个证据，也许在化疗的这个过程中呢，你把这个卡路里呢给降低到一定的程度，那在这个临床研究的情况下是1200 calorie， 确实可以增加这个癌症的死亡，那增加化疗的有效性这实际上呢是唯一的一个这么一个clinical trial 来证明是不是这个降低这个卡路里对化疗的这个敏感性是不是会增加。那么讲到这呢，我们就再讲一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吃饭呢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是一天有很多时间都在吃，就不停的，不光是说一天三餐
有时候还吃 snack， 对不对？那有的人呢，就是只是固定的在某个时候。那么最近有一个研究，那就是实际上在老鼠，它就是限制这个饮食啊，只有十个小时。那么就是有16个小时的话是没有饮食的。那么他给两组的老鼠，一组只是在那个10个小时的 window 呢有食物给，另外呢一组呢就是那个时候都有都有食物，那实际上 calorie 都是一样的，两组给的食物的量是一样的。那后来发现呢，就是说那些一直有食物的那些老鼠呢，它比较容易的肥胖症和糖尿病，然后那些只在那个10个小时的 window 能够有食物的话呢，虽然说它食物的量是一样的，他们那些的糖尿病呢和肥胖症的几率就小多了。那这个这么一个方法现在好像很 popular， 我都有同事呢已经开始这样的这个饮食习惯好几个月了。那么讲到这我就想简单就是提一下这个我们饮食的 composition 主要的一些guideline 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简单的一个建议。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个 calories 因为我们的吃进去跟代谢呢总是一个平衡的，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建议就是少一点这个糖和那个脂肪，多一些这个 plant based， 多一些蔬菜类的少一些红肉，多一些茶。茶里头，绿茶其实里头含有最高成分的这个叫做 antioxidant 另外一些 probiotics。 那么去年我提到很多关于这个 probiotics 这个方面的东西，我讲今年呢我想再重复提一下另外呢在讲这个 probiotics 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讲到这个就是说 microbiota， 就是肠道里头的这个菌群那么以前呢我们都不太想到这个肠道里头的菌群对这个身体的作用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但是在最近的十几年呢，就在这个肠道菌群的方面的研究就发展得非常快，然后发现呢肠道的菌群跟很多方面的健康的有关系比如说这个跟癌症有关系，有些肠道的菌群呢引起这个结肠癌的几率增加了有些会引起叫做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一种叫做 ulcerative colitis， 就是那个 叫什么溃疡性结肠炎，经常跟那个肠道菌群有关系。这个肠道菌群影响到我们这个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我们的这个emotion 我们的这个思想的状态。那么这是我 copy 下来从那个 science magazine copy 下来的，有这么一个研究。说你看 hot bugs in your gut might hijack your emotions， 就是说这有研究证明，就是说这个你肠道里头的细菌什么样的细菌，什么样的分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你的 emotion。 那有些细菌太多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这个 anxiety。那么我去年提到这么一个例子，我现在呢再简单提一下，觉得这个挺 interesting 的。我讲的就是这个研究在那个哈佛大学。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个叫做 Lou Gehrig's disease， 就是个病人啊，经常他那种叫做神经元就是叫做 motor neuron 呢坏死掉了。
那 你像那个你们大概还记得这个 Stephen Hawking、他已经去世了，那么他活到七十几岁，他到大概到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就得病了，那他的这个 motor neuron 慢慢的给破坏掉了，后来就所有的肌肉都瘫痪了。那么在这个哈佛呢，他们弄的这个 Lou Gehrig 这个 disease 这个 model， 就是这个老鼠呢，给制造成老鼠的这样的疾病，然后来研究到底怎么如何治疗，还有疾病的机制。然后他就是发现，就是说，就是老鼠如果放在这个哈佛或者像Hopkins 的 facility 呢，这些老鼠他们活得很这个短，如果跟这个那个 Broad Institute，Broad Institute 实际上是一个 Harvard 跟 MIT 合作的一个研究所，或者说 Jackson Lab，Jackson Lab 实际上是在 Maine， 就是 Maine 那个地方专门提供这个动物做研究了，也就发现他们用完全一样的水食物这个喂的时间cage 什么都是一样，但为什么就是说这些同样的这些老鼠呢，它在哈佛和 John Hopkins 的这个 facility， 他们有更多的这种 spinal cord 这个发炎，但是在那个 Broad Institute 跟 Jackson Lab 呢，他们就活得更长然后也研究了半天以后，后来才发现那些在哈佛这个 facility 它那个环境有更多的是叫做 rural virus， 还有那个 helic factor 那种细菌，还有其他的那几种细菌，这些是不好的肠道的菌群。那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说如果他把这个老鼠就是放在这个 Broad Institute 的老鼠呢的这个大便拿来喂给哈佛的这个老鼠，那那个哈佛的这些老鼠呢他们就活的时间更长了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interesting 的这个研究结果那种环境，不同的环境呢，不同的这个菌群，那么其实光这个就影响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那么去年我也用了这同样的这个 picture， 就讲我们这个牛怎么样的这个代谢的你看牛吃了那么多草，那么给那么多牛肉和牛奶，牛实际上呢有四个胃，那么这四个胃呢用来那个代谢那些吃下去那些非常粗糙的草，然后产生出那么好的这个 milk 和牛肉。那么这说明说这个胃和肠他们的代谢呢就是跟人就非常不一样，人是不可能能够吃那么多草然后把代谢成那么好的情况，但是人呢我们吃了很多蔬菜，所以在某种情况下呢也有相似性。那么这个相似的方面就是说，我们人吃蔬菜的时候呢，其实很多蔬菜到了肠道里头被代谢了，那么很多的变成叫做 short chain fatty acid， 就是短链短链脂肪酸。那这个短链脂肪酸有几个，一个是甲酸、乙酸、丙酸这些都是对肠道的细胞很重要的营养的成分。那肠道细胞经常靠这些就是短链的脂肪酸呢做营养来提供这个能量和做新陈的代谢。那如果我们的肠道呢没办法提供这些短链的脂肪酸的话呢，那肠道的细胞经常就会萎缩，会有炎症。那么因为这个萎缩会炎症的话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那么这个肠道里的菌群在左边呢，我就写了几个比较常见的那些叫有益的这个细菌，那右边呢写了几个不好的那个细菌，就是包括我们很常见的是 E. coli 啊 ，H. pylori 啊，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 C. difficile， 就是说 C. difficile 经常是因为
某某人吃了抗菌素了，把其他的细菌都给杀光了，然后只剩下这个细菌在肠道里头繁殖，结果 导致 严重的拉肚子 和肠道的这个发炎的疾病。那么这是去年我也用过，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用了很多这个叫做免疫治疗，大家对这个都很熟悉。那么研究也发现，其实这病人肠道的健全跟他们对这个免疫治疗的有效的程度呢也有关系。那些病人如果肠道里头含有更多的这个好的细菌的话呢，那么他们对这个免疫治疗的这个反应就更好，那么这个效果也就更好。如果他们的肠道的健全呢都是一些比较不好的细菌的话呢，那么他们对这个肠道对这个免疫治疗的反应呢也就是不够好。那么在免疫治疗，因为现在很多病人在免疫治疗中，免疫治疗现在已经非常的广泛应用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那么在免疫治疗过程中呢，就是最好不要用抗菌素。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果用了抗菌素的话，经常不光是把那些坏的细菌给杀了，好的细菌都给杀了，肠道的菌群经常就会比较混乱。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如果肠道菌群混乱的话呢，就可能会影响这个免疫治疗的这个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尽量避免用这个叫做激素类的药，比如像这个强的松茸啊 ，prednisone 啊 ，dexamethasone， 但有时候也得用，比如说你用，因为 dexamethasone 是一个用来防止这个呕心呕吐的药，那么你用免疫治疗有时候跟化疗一起用，那么你也需要用那个药，但是一般来讲只用一两天两三天，短期的用影响不大，但如果长期的用的话呢，长期的应用激素的话呢，它一天只有10毫克的 prednisone 都可能会降低这个免疫治疗的这个有效性。然后接着讲这个肠道健全对健康的影响，我就想着最近呢看了几篇 paper 在这个 Science 个杂志上我觉得是比较 interesting， 所以跟大家这个 share 一下。那么这讲的主要是说这个病人呢，比如说因为白血病那么需要这个骨髓这个移植，那么需要骨髓移植的情况下呢，经常也要用很多抗菌素，因为你把那个骨髓都给用化疗打掉的话呢，你就要用抗菌素来保护这个病人。可是抗菌素用的话呢，肠道那些细菌呢都给杀光了那么这些研究最近有的那么三篇文章就讲，如果我们把这些好的肠道的菌群呢再重新换回病人的肠道里头的话呢，它实际上帮助病人这个恢复，从这个骨髓移植恢复。那么这个呢是用这个病人自己的那个肠道的菌群，就是说他在这个做移植前呢，先把那些大便呢给收起来，那冻起来，然后再还给他们。那么像这个研究呢是说用别人，比如用一个健康的别的人收集起来那种大便，然后呢就是说在移植到一定 的时间呢，你看这边这个 error 在这，再然后把那些那个人健康的人的这个菌群呢移植给病人，那就发现呢这些病人有六个病人他们那些leukemia 那些全部消失了。那么全部消失了那些病人的肠道他们这个好的菌群在右边，你就看到这些名字都是好的这个细菌的菌群，他们就是非常完整的这个菌群在肠道里头。那些就是说leukemia 这个消失掉但是又后回来了叫做 secondary failure， 他们的菌群呢就没有那么完整。那么那些根本就
对这个移植没有任何这个 response 的一些病人，他们的肠道的健全呢，就是非常的不完整，就很缺乏。那这些病人，这总共才有14个病人，所以呢，这个证据还是不是很充分，但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肠道的健全呢，跟这个病人的恢复很有关系。另外一个讲就是 obesity 是不是也影响这个病人在移植后的 recovery， 那么这个研究呢也说明说这个确实是有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这个讲到这个 obesity 会有这样负面的影响呢，就是那个脂肪经常是有这种叫做延期发炎的这个特性，那么比如脂肪比较多的话呢，身体可能就是分泌更多的这种发炎的那种叫做 cytokine， 那么这样的话呢，肠道比如说发炎的话呢，它经常那个肠道里面最里面的一层endothelium 会比较漏，就是要 leaky， 那么就是细菌啊什么的就比较容易渗进去。那另外呢这些病人呢，他们的肠道叫做 microbiota diversity。diversity 意思我们正常的一个人呢的肠道应该有300多种细菌，有的甚至超过1000种。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果 diversity 啊也更就是种类少的话呢，实际上对健康也不好。所以这个发现就是说obesity 可能对肠道也有影响，那么对这个移植的病人的恢复也可能有负面的影响。另外来讲一下这个肠道细菌跟这个结肠癌的关系。那么其实已经很多研究证明某些细菌如果说在那个肠道里头呢变成一个主要的这个菌群的话呢，那么它会增加这个肠道癌症的机会。那这一个研究呢就用那个结肠镜，那么发现呢就是说那些有结肠癌的病人，你看你看到这边这个是右边的结肠癌，这边叫做左边的结肠癌，它这么画实际上这个不是正确的，应该是这边才是对的。但在他的这个研究呢，他把这个右边的结肠癌把它画成这个就是靠肝脏的这个角，那么发现呢这个结肠癌在右边结肠癌的病人呢，有很多的病人有这个不好的细菌呢就聚集在那，就是 biofilm， 一直不好的细菌就是形成了这种叫做 aggregates。那么这些呢，有的都是离着癌症一段距离的。那么你如果把那癌症给拿下来，然后切片做一下，看有的癌症有的那个细菌，实际上已经侵犯进入那个癌症的那个微环境里面了。那么跟这个左边的这个这个结肠癌的病人比起来呢，就是说他们发现的那些结肠癌在右边的话呢，有更多的这样的叫做 biofilm， 就是那些不好的细菌的 aggregates。那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有意思呢？因为结肠癌病人呢，如果他们的结肠癌是在右边，他们的预后呢，就要比结肠癌在左边要差。那么我们现在还不明白这个为什么，还搞不清楚这个机制那么是不是跟这个细菌有关系呢？那么这个研究就是告诉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个有这个右边结肠癌的病人，他们有更多是不好的细菌聚集在这，导致他们的以后的不好呢那这实际上只是一个一个这个这样的发现，还没办法说明是这么一个回事那我去年也讲了，就是说一些 probiotics 实际上有可能增进我们的这个健康，一个是像 kimchi 大家都喜欢的这个韩国的
食物啊、yogurt 啊、大家都每天都用。我每天早上起来啊、吃一个 yogurt， 这就是我的早餐。一些泡菜 pickles 这些啊、也都是这个 probiotic 方面的啊、一类。那么最后我就讲一讲这个circadian rhythm 啊、讲两分钟。最近有些人也发现，就是说 circadian rhythm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 clock 实际上跟可能跟这个癌症也有关系。那么有些研究发现呢，就是说那些做夜班 的人呢、就是做的时间久了，他们的这个前列腺癌的几率、乳腺癌的几率都比这个做普通班的这个人呢要高两三倍。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做夜班呢、他们的乳腺癌、前列腺癌还有一些别的癌症会高两三倍呢、为什么跟这个生物钟有关系、这个呢可能也跟是因为这个代谢的问题、引起的。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呢，不光是说我们睡觉、这个要有这个生物钟，我们其他身体的很多部分都有生物钟的调节，比如说肝脏来代谢食物，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一个人的这个生物钟都乱了啊，比如说在晚上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肝脏需要休息然后去睡觉，那你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吃饭的话呢，就给肝脏造成很多的负担，那是引起肝脏代谢的混乱。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有很多这个 hormone， 比如像雌激素的雄激素，那些都是在肝脏代谢的。那会不会因为那些代谢的不够完整，这样导致乳腺癌还前列腺癌这个的那个发病率的增加呢？这个实际上还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说肝脏的代谢呢有混乱的话，确实增加癌症发病的几率。比如像有个大家不太 pay attention 的一个，就是说男性也会得乳腺癌。那么就是每100个女性乳腺癌当中呢，大概会有一个男性的乳腺癌，就是女的和男的的比例是100:1。那么这个男性的这个乳腺癌呢，有些病人得的这个乳腺癌是因为他喝酒的关系。那 alcohol abuse， 如果天天都很多喝了 alcohol， 喝了二三十年了以后呢，因为肝脏没办法代谢那些雌激素，所以这个男性的病人他们的血里头的雌激素的浓度就一直是很高，那么这样去引起这个乳腺癌。那么这个我想今天就讲到这还有十分钟三点我就停下来，那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就问题。谢谢大家。好，潘医师。好，谢谢潘医师。在我们开始回答朋友的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利用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帮我们做一个问卷调查，先了解一下。然后在做问卷调查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打在 chat room， 或者可以用举手的功能，然后我们再请您开麦克风询问。所以请各位朋友看到现在荧幕上的问卷调查有三个题目，请各位朋友帮我们点击您的答案，然后如果没有意见的话也可以先写没有意见，那这会帮助我们对于未来的讲座该怎么样进行会很有帮助的。好，朋友们有问题的，我现在在看到有朋友举手。 Linda， 你要开一下你的麦克风问您的问题吗？好，谢谢 Tina， 也谢谢潘医师这么有爱心跟我们解释。我自己是学财务的，所以我对这个很多 medical 的 term 都不了解，可是谢谢潘医生很简单让我了解。那我想请问潘医生，你能否回到你刚才有一个 slides 是讲说好的酵母菌跟坏的酵母菌的那一页？好，是不是因为我还在之前，好像是在 yogurt 这个之前。好 那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说，如果我们都已经 identify 哪一些是好的酵母菌跟哪一些是不好的酵母菌，对对对，就是这一页。我想请教潘医师，你能不能够建议一些我们平常在保养品方面去找这些酵素酵母菌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东西 ？What to look for？ 哦，这个酵母菌，比如说来做面包什么，做发酵用的，是不是？这个我还不是很熟悉，但是呢，他们所用的那些细菌，基本上是这些好的细菌。哦、就是 ，OK。就像你那些油葛啊，那些kimchi， 他们用的细菌基本上就是左边这四种。OK OK。好，那也许我的问题就请你原谅我不是很正确。我想要问潘医师的问题应该是说我们平常有吃一些 probiotics， 就是那种补给品。那有没有哪一些根据你的专业能够介绍我们听众的，就是说在这些除了 yogurt 除了这些平常的这些注意以外，我们要吃enzyme 的这些东西是要去找些哪些，这个应该是我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有很多外面都在卖，连 Costco 都有卖这个 probiotic 一颗一颗的，对不对？嗯，甚至我太太都给我买了 一盒放在那，然后呢我大概换了一两年了，吃了几颗，大部分是都忘了。那另外是，就是说它确实有没有用，这没有人知道它确实有用。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药啊，那么谁都可以去制造出 probiotics 来卖你。那你也有很多广告，对不对？很广告说它的 probiotics 有多好。那实际上它的成分是不是他所说的呢？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你去买它的话，你只能相信它。不像这个我们用的药了，那么这个有很多 regulation 的话呢，你可以说保证说他说的是什么药就是什么药。像这些 over the counter 啊，这 supplements 啊什么的，有时候那他说的不一定就是他卖给你的，所以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研究来说哦是哪一种比另外一种更好，没有。Okay.没有这样的研究，那么我基本上不太相信那些东西。OK， 因为这个大部分的油果基本上已经挺好了，都是用这些好的细菌，所以我一般来讲每天吃一个油果，就行了。那这kimchi也挺好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就说有哪一种比另外都好的，没有。OK， 好，了解，谢谢。好，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举手 ，Olivia， 您可以 unmute 您的麦克风，然后问问题。OK， 我是要问，我问的问题可能跟 cancer 没关系，就是我要知道，就是说我我有那个叫做就是胃跑到横膈膜上面那个叫什么 ？Hernia。哎 ，Hernia， 对，没错 ，Hernia。那会叫。你说，对，那个会 cause 那个胀气啊什么，或者是那个胃酸逆流的问题。那现在问题是我如果吃一些这种酵素的东西，会不会让我的胀气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那个胀气胀的常常就是人很不舒服，然后那个胃酸会一直冲上来。对啊，胃酸太多，因为喝你也花了，因为那个diaphragm 那个地方就是说食道它有一个括约肌，在胃和食道之间有一个括约肌，那一般如果是那个地方比较松弛的话呢，那么胃的东西就容易往上涌那如果胃酸增加的话呢，往上涌，这样其实增加这食道癌的这个几率。然后我有吃那个降胃酸的药，可是它还是，所以现在我吃两种东西，一个是吃一种让 gas 减少的一种药，那是 over the counter 那种 gas 什么什么东西。对，然后还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那个降胃酸的这两个药，可是好像都没有办法
减缓。就是 probiotic 这个对胃里面的关系，因为实际上它到的是主要是到了肠道，你所以这个这个 probiotic 在胃不一定会有其中。为什么？胃里头其实胃酸非常高啊，它 pH 值非常低，那么其实啊，你吃了 probiotic 的不知道有多少细菌实际上存活了，到了肠道里头去了。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没有不好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就这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以试试看。OK，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可是这个胀气老是不改善，要怎么办？哇哦，这个好像我还真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哈，我不知道这个胀气，这个我还不知道。你看吃的这个降胃酸的药，这个胀气，然后又吃那个 gas 的那个东西，哎，我不知道这个，我想这个跟调节这个食物会不会有关系？那你刚开始，你如果说一个人哈，你如果刚开始把你的食物的这个调节一下，然后呢，一下子蔬菜吃的多了 ，probiotic 吃的话，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这个肠道里的气体是增加的。刚开始不是说就马上就好，它其实刚开始一段时间就增加很多气，因为那些细菌，它把那些植物的纤维把分解掉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多气体，啊，然后呢，刚开始实际上你可能还会觉得更多的胀气，到了一定的以后呢，那么身体呢，形成另外一个平衡以后呢，你才会觉得说，哦，这个啊，气体其实产生的少了，啊，那么刚开始实际上还有不舒服的感觉，胀气的感觉。所以这个气不见得是肉类出来，有的是菜出来。哎，菜会延气这样，哎。所以我们变成要挑食物吃，有的食物可能容易胀气的就不要吃。对。食物跟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尤其是对每个人影响不一样。我们 每个人、肠道健全的，还有每个人体质，就像我们所说的说体质不一样，那么有些食物对某些人都好都没问题，对另外一些人就比较不容易消化，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负面的问题。那我是不是需要找一个那种营养师之类的请教？也可以啊。好，好 ，OK， 好，我们谢谢 Olivia 的问题。哎，潘医师在 chat room 呢，有朋友问到说，三高跟癌症有什么关联？您要不要回答一下？什么叫三高？三高，这位朋友，你要自己问一下吗？还是您三高指的是我们平常指的胆固醇、血糖跟血压？血压。哦。我不知道到哪里去看 chat， 我到现在还不太会用这个 Zoom，好 ，Dora， 我看到您开麦克风，你要不要稍微解释一下您的问题？那你刚才跟我讲，我就知道说什么高脂肪、高糖、高血压，没有任何证据说高血压会引起癌症。那当然高血压是不好的，因为高血压二三十年以后就引起脑中风，引起心脏病，对不对？那高血糖我们知道。血糖增加不光是会引起你有糖尿病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对不对？还增加了癌症的机会。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研究是从韩国来的。那么韩国呢，他调查了，哇，怎么有 echo？ 那个就是100多万人，那发现呢，哪怕那个叫做 HbA1c 啊 ，HbA1c 就是叫做那个叫什么？中文怎么说？就是说糖化血症啊，糖化血。如果你发问的时候，然后你要去拿麦克风，去哪里拿？对不起啊，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有轮到您发问，我会把你静音，这样才会不会影响到潘医师的回答。你已经在。那我接着解释，就是说这个你像韩国那个研究发现，就是说你哪怕那个 HbA1c 啊超过5.5%的话呢，都已经就说他这个那危险性已经开始增加了，如果超过6%的话就算不正常了。那么就是说血糖增加，如果长期的增加的话呢，
引起这个癌症的几率实际上是增加的。另外那个另外一个高，你说高脂肪啊，因为这个 cholesterol 高，没有任何证据说它那个会引起癌症，但就是说高脂肪的食物可能增加这个肠道癌症的几率。好，谢谢潘医师。我想我们的问题会先 go for 跟这次讲座有关的。这里确认还有一个问题是，请问需要补充益生菌保健品吗？哦，就是补充这个好的菌源，就是 probiotics， 对不对？是，是，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提这个probiotics， 我觉得这个对健康很有帮助。那么努力也不需要很多努力，那么可以带来不少的这个不少的这个有益的方面的作用因为有些人比如说经常这个比如说便秘啊，拉肚子啊，肚子胀气啊什么的，那实际上有时候呢，你多吃一点这个 probiotic 的话，过一阵子也许把肠道的菌群给调整了，也许那些症状可能都会有好转那么 这些你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你需要去的，你看哪个地方你都可以买到这个优格那这些都是平时我们经常用的，就是说有的人习惯于这个优格，有人觉得这个不喜欢也不习惯，对不对？好，谢谢潘医师。有一位素菜，您要不要您已经 unmute 了，看到您举手，您可以发问。OK， 我请一下那个潘医师，你在做化疗的时间，就说timing 的话，一天只可以吃两餐，以代替三餐吗？然后你刚才提到说卡路里要，就说最好能够在1200个卡路里。那我们是要吃比较低糖的，在治疗的过程中，还可不可以吃那个，就说green tea？ 这可以哦。实际上，这个化疗的时候也要吃多少 calories 呢？这个实际上要因人而异。那么刚才指的那个就是临床试验讲的是这个乳腺癌的病人在治疗他先化疗然后再做手术，那么那些病人呢，一般来讲他的乳腺癌都是局部的，他们那些病人就是说他们的体重啊什么还没有受到这癌症的影响，那你如果说一天只是1200 calorie 的话呢，对他们是能够做得到的。但是呢，如果有的病人的话，比如说他已经比如说肺癌的乳腺癌都已经转移到这个其他的这个器官了，比如说是晚期的这个癌症的话，那些病人有的经常已经掉了体重了经常个食欲已经不好了你要叫他们在化疗时候再少吃一点 calorie 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困难。因为有些人病人其实在发现了癌症的时候已经掉了不少的体重了，因为癌症引起叫做 cachexia， 对不对？那么这些病人实际上在化疗的时候应该增加营养，这样他们才能够这个把体重给减回来，对不对？那如果说他们也吃那么少的 calorie， 在体重降的更多呢，对他们身体也不好，对化疗可能也不一定有帮助。在化疗的时候是说最好能够把体重就说保持住对啊，你如果是掉了很多体重的话，那最好就是不要这个再掉很多体重，对不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因人而异，不能说所有人在化疗的时候都把那个 calories 都给调少了，那更不能像就像我刚才指的我那个病人他能够坚持四五天只喝水不吃任何食物，那绝对大部分的人是做不到的，那化疗本身就很不容易，那么
再这样节食，这个其实也挺困难的，但某些人做得到，大部分人做不到。还有课堂上说，可以在治疗过程中可以喝绿茶，是有帮忙的吗？可以啊，喝绿茶，绿茶其实有个 concern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 antioxidant， 对不对？做化疗啊，做放射疗法，一个杀掉癌细胞的一个机制就是产生这个叫做 antioxidant， 不是产生 oxidant， 不叫 antioxidant。oxidant 实际上就是，可以把那个 DNA 给打裂掉，对吧？DNA 打裂掉的话呢，就细胞会死亡。那你如果说吃了很多 antioxidant 的话呢，实际上你就是把这个化疗啊、放疗的一些作用给 block 掉了，给去掉了，让这些 oxidant 没法产生，没办法来引起这个 DNA 的这个 break 啊。那么但是呢，你如果喝点茶的话呢，那个量应该不多，不足以会引起大的影响，所以那个是没有关系的。说 antioxidant 是不能吃，就说最好不要吃的。就是不要吃很多，一些病人他们带了一整袋来维生素 E 啊，尤其是维生素 E 是不好的，如果吃一天超过400个 unit 的话，对不对？有的人每天吃了很多那个 supplements， 以为说吃越多越好，实际上不一定。那在水果方面，像那个 blueberry 就很多antioxidant， 那有没有关系？那一般来讲，你如果按这个当成食物吃一些，那个不会有影响的。另外就是说，你说是不是少一些糖？少一些糖，我觉得我在我们平时也应该是这样，因为那糖太多了 ，calorie 太多的话，一个就是增加体重了。但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饮食文化当中，可能糖用的并不是很多。这个西方文化的话，这个糖类的食物实在太多了。是的，好，谢谢，感谢，很清楚。好，谢谢潘医师。我们还有一个举手的朋友，素，您要先 unmute， 然后问您的问题吗？哦，答了，谢谢潘医师。不是，我们还有一位数。谢谢你啊，谢谢你们主持，真的很有帮助。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医师提到的，就是我们吃好的益生菌，比如说像pickle 啊，像韩国泡菜啊，那就是说这些食物里面，它们都是腌制的，亚硝酸盐比较多。这样吃多的话，会不会对人的身体不好？那因为就是好像我们常常就听到的说，亚硝酸盐的话，反而是容易致癌的。我很困惑，能不能解释一下？谢谢。对，就是这样的。这个他们这个做的过程是不一样，一个是这个发酵，我们像这个 kimchi 啊，那 pickle， 他们可能是用了发酵，不像我们用了那种腌的菜，腌的菜要少吃，腌的菜、腌的鱼、腌的肉，这个要少吃。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讲这个荷兰灵性。食道癌特别高，就因为他们整天吃那腌的菜。哦，那你就是比如说腌咸菜、腌鲜莲红这些菜不要吃，是不是？他们就用盐在里头腌的鱼、腌的肉、腌的菜是很不好的，偶尔吃一下可以。OK， 如果天天吃的话，那我觉得 kimchi 不是那么做的。OK， 那个 pickle 也不是那么做的，那油果当然更不是了。OK。行，谢谢，我知道了。好，谢谢。潘医师，因为时间现在3:12，我想请问一下，说您要回答所有的问题，还是说，我们要不要一个决定一个时间？如果还有，我就接着回答吧。我们哦，好，谢谢。好，有一位朋友，您开了麦克风，您是有问题要问吗 ？Mac。Magdalene， 对，我本来想问，可是有几个同学已经问了那个 yoga， 我听说另外一个美国的专家他提醒我们，他说 yoga 不是外边买的不一定是最 healthy， 因为你
他 combine 了那个什么 fruit extract， 所以变了反而就失去那个 yogurt 的效果啊。那个还有主要呢就是 combination of food， 那刚刚也有另外两个提过了，那个 yogurt 什么 brand 啊什么，我特地去花了几百块钱去问那个 OSHA 的啊那个expert， 他就这么说 yogurt 最好不要再加那个水果，因为水果里边有糖，所以呢他就是叫他老婆自己做，他说很容易的。那么这个呢是因为口味个人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要点。另外一个呢，我本来想问的呢是我也看过很多那些那个 article 关于那个probiotic 啊microbiome， 他说如果你要 take 这个 supplement 也是我们需要的了，对大部分人，可是如果你买的那个质量呢，它没有那个 dual delivery system。 所谓这个呢，也许潘医生也许也会很快明白，因为我们的肠道胃跟那个肠它的那个 function 不一样，然后胃里边呢特别酸，所以有些那个好益菌呢，如果直接从那个 supplement就吞下去，在胃里边就分开来分解了，就等于就没用了，因为胃酸太厉害了。所以要买一种是贵，不是说贵，是要有良心的那些 manufacturer， 他已经把那种哪一种的那个细菌它的性质搞得清清楚楚，所以它就实际了一个 delivery system， 就是慢一点分解出来，它可以避免不在胃里边分解，一直保留到那个小肠，那时候呢它分开来呢就恰到好处了，因为在肠道呢就可以允许那些益菌呢就可以发挥作用。那可是谢谢 McNally， 对不起，好，谢谢您的分享哈，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朋友要想知道哈，不好意思我必须打断您。好，这有位朋友问到说，请问潘医师，您是建议吃 non-dairy yogurt 还是 dairy yogurt？ 这个倒不一定，这个倒不一定，我觉得都可以。另外刚才那个谁说了，就是yogurt 好多种，有的含糖量很高比较甜那有的 yogurt 含糖量比较少那一般来讲我都是吃那个含糖量比较少的。好，那也有朋友问到说，如果食物中多含纤维质的话，是不是对于肠道健康会有帮助？是啊，这你看 Costco 有卖叫聚粉那个聚粉实际上就是那种植物弄干弄成粉，然后变成 powder， 你可以 拿一勺放开水里泡一下喝下去，实际上就像是吃 fiber 一样的。那为什么说需要吃 fiber？ 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肠道的健全呢，它需要那些好的 fiber 呢做营养然后产生那些叫做短链的脂肪酸，那些短链脂肪酸对我们肠道的那个就是内膜的细胞的营养很重要。好，因为有朋友问说，很多华人都比较习惯吃温暖的食物，比较不太吃冰冷的食物，那 yogurt 的话可不可以放到室温的时候再吃？这应该没问题吧，那应该毫无问题。好，我们还有朋友举手，李女士您可以 unmute 一下您的麦克风问您的问题。你好，我请问一个，就是现在有一种那个谢谢医生还有主持人，是我吗？对，是你。我想就是娟娟，对
对，我的父亲是因为60岁得了癌症，差不多过了3年就离开了。那我想请问，怎么样就是说比较预防的，就是得到癌症，就是大方向。谢谢医生。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从回答好像不是一分钟、两分钟能够回答的。防止癌症，就请医生稍微用一分钟时间，哦，就是什么重点就好了。谢谢你。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癌症，对不对？那有些癌症是因为这个抽烟引起的，对吗？不抽烟是最好防止癌症的一个办法。酗酒的人，我想我们中国人比较少。你抽一吸酒大概是这个引起癌症的最大的问题，在食物上，另外呢，在西方世界的这种就是 sedentary， 现在鼓励大家起来动，那么引起这个就是不爱动的人呢，然后整天又吃很多那个 高卡路里的，你看那些人整天到那个 Burger King 里头去，一个 Burger 下来大概700-800个 calorie， 再加上一包这个那个叫什么 French rice， 大概300个 calorie， 然后再一杯这个可口可乐，大概有200-300，所以一顿吃下去的话，大概有1200个calorie。那你如果一天吃上两顿，那就是大概将近2500个 calorie 了。那就吃两顿的话，已经就超过你所需要的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我很快就是因为我的父亲他不抽烟不喝酒，然后生活很规律，可是他是因为他是一直在船上，他是海军，所以我是说他如果吃饭定时做吗？听不见，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不是也会影响？我听你刚才那个，就是吃饭如果不定时，这个倒 不定时是不是会影响？哦，是这个意思。吃饭不定时，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其他的因素引起，okay，这个压力也会造成，对吗？压力会。其实我没有时间多讲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很多压力。那压力太多的话引起肠道，其实导致这个肠道这个细菌菌群的变化和肠道发炎，然后也从那个地方开始呢产生别的这个疾病。好，谢谢您哦，谢谢。好，谢谢您。谢谢主持人。好，谢谢林女士。未来我们可以多做一点关于癌症预防的讲座。好 ，Jennifer， 您举手可以请您unmute问您的问题。好，谢谢。因为刚刚医生有提到那个 fecal transplant 啊，请问是怎么做的？实际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前几个月有个病人做了这个，就是如果是别人的话呢，你就把别人，你找一个很健康的人，对不对？然后呢，就实际上就收集他们的大便，然后就是插一根胃管，就是从那个鼻子里头插一根胃管，插到12指肠，对吧？然后呢，把那些给弄成就像液体一样的，然后又从那个胃管灌进去。这就是怎么做的？胃口传直接灌，那会有味道吗？在旁边人会闻到，我想应该会有，应该会有，那 is it possible 他们可以弄成那 capsule 让你吞下去啊？哇，那你就，这个当然可以做得到了。那你想一想，这你就把那个 cost 一下子恐怕增加1000倍、10000倍了，对不对 ？OK， 那您的意思说，目前据你所知是用tubing 的这种方式，对啊，对啊，oh, okay. 因为这个东西是说你临时需要你才做，不是像你 probiotic 我可以做成一大堆 capsule， 然后你去， oh, okay. 对吧？那不一样的。OK，Thank you。OK，
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Lisa， 您可以 unmute 您的麦克风问。好，谢谢。我请问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些食品，它上面写的是 no sugar， 但实际上它放了那些甜的东西，就是吃起来是甜的，但是它上面是没有 sugar。像这种东西，我在有的地方看到说，这种代糖的东西其实更不好。我想问问，医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其实有前几年有这样一个在老鼠这样的做的实验，就是给老鼠，你看我们比如说现在很多东西叫做 Diet Coke， 对不对？ Diet Pepsi 什么的，有很多那个 powder 都是就是让你弄 flavor， 他说都不是糖，你加了水里头，这样水喝起来更甜更好喝。那做了一个研究，就是给老鼠啊，就给他们喂这些这个 flavor。啊，那发现的那些老鼠啊，为了这些 flavor 的这个虽然不含糖，他们其实肥胖的更厉害，那、啊、产生这个疾病的比那些正常的饮食的这个老鼠要更多，所以就是实际上苏打，实际上苏打本身就是不好，苏打里每天这样的一直喝 Coke 啊，其实本身就不好，但是这是美国的这个文化。大家已经喝了100多年的这个 Coke， 这个可能喝太多，这个像是 Diet Coke 可能对身体就不好。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不是那个Coke，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饮料，它写的是no sugar， 但是它又吃起来是甜的，就有那个。这种也有问题是吗？我觉得我一般对这些东西都比较。都避免，像我从来也不喝 juice， 啊，也不喝那些甜的东西，那些，因为都很难讲说那些东西对健康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好，那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加进去，然后卖给你，他愿意加什么就加什么，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那你只能相信他，那。到底是有好处有坏处，这个说不清，那就是不吃最好。好的，谢谢。好，谢谢朋友的问题。好，潘医生，我们的问题到这里为止。您要不要用一点点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做一下今天的总结？谢谢。好，谢谢 Tina。今天我觉得这个讲这个食物啊，肠道菌群。我想了好久是怎么讲，但是我觉得今天其实讲的有点混乱，这不好讲。一个是你要把一堆这个证据啊，都不是非常关联的 cohesive 放在堆在一起讲啊。但是有一个就是我想让大家知道的，就是说这个引起大家注意，就是说这个肠道菌群。对健康的影响是有多方面的，而且是真正就是、说 是真正的影响，不是说不重要，是实际上重要的影响那么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就是它不光影响说这个癌症的发病率啊，还对别的其他健康的影响，包括这个我们平时这个emotion 都有影响。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就是说可以在饮食啊，在其他方面，就是说更多更注意一些的，可以做得到的，来帮助我们身体健康的所以我在想，就是在这方面再多做一些解释让大家在这方面的多一些了解。那你们其实有些人可能对这方面已经了解了很多，说不定比我更还了解还很多，还更多了好。非常非常谢谢潘医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讲座哈，如果你们后续还会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可以 email 给我，在大家的 reminder 跟 confirmation 里头有办公室的email， 就是 info@newhopecancer.org。我们的讲座稍后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录影。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潘医师。谢谢，谢谢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讲座，谢谢。